主料：老母鸡700克，辅料：花旗参、灵芝、石斛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老母鸡一只才好洗净。准备好灵芝、石斛、花旗参，冷水将鸡入锅，烧开后撇去浮沫，加入石斛、灵芝、花旗参一起烧开，文火炖2个小时左右。炖好的鸡汤加点盐调味就行了，喜欢的话加点鸡精或味精。好喝的老鸡汤烹饪技巧，我选用的是老母鸡，如果选用嫩母鸡的话，时间可以短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